只要你不喝冰水，只要你冬天寒流来的时候保暖好，你通通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会中风、会梗塞、会怎么样，通通不用担心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夏天你的体质已经顾得很好，体内没有寒啊，所以你寒流来，里面是热的，外面寒是没事情，只要你衣服穿一下就好了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讲的去阴断点除果，果呢啊，不用去特别，只要你改变阴，它的果就改善了。所以我们要讲，任何医疗啊，最大的目的应该在治疗患者，啊，可以提供比较简单、比较省钱的，甚至不复杂的、安全、可以根本治疗的方法，啊，且以病人利益为所要的考量才对，这个才叫做良医。但是现在呢？可惜的，医疗在资本主义影响之下倾向于商业，都是商业化了。那商业化的第一个，开刀有钱赚，药给你有钱赚啊，不要一下子就把你治好，那钱赚得更多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教的是什么，现在医疗应该怎么样的做才对。因为大家只在看利，所以他没有所谓的医德的问题了，啊，你认为医生就也很有医德吗？医生去对你好，你认为他真的对你好吗？他对你是有钱赚啊，你如果通通不付钱、不用给钱的话，看他有没有这样再继续对你这么好，啊，所以我们要讲的啊，因为这样，然后呢，这样的误导民众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是。要我们要每一个人都要知道要醒思的地方啊，所以我们要学一些能让我们身体更好啊，不生病，或生病以后呢，我们怎么样把快速把我们身体健康找回来。第一个，医生就是这样，医院就是这样。如果我们呢也是错误的观念啊，只要听到医生说哇你可疑似肿瘤，赶快来再来切片再来检查，检查到了，不管良性恶性，把它开掉。有的女孩子子宫长瘤，哎，你不要生的，避免把它避免以后长肿瘤、长肌瘤，割掉，永除后患。这种观念对吗？很糟糕的哈。所以呢，除病不要命，花大钱愿意把命交给医生，医生把癌割掉除掉了，但可能一起把你的命一起除掉。没有除掉呢，药物、电疗、化疗快速消耗你的热能，你的身体啊承受不了，甚至死亡。所以医生他没有保证你进到医院来可以保证你健康的走出去，啊，所以呢我们要讲的医学的黑暗面，刚才讲到了，医学不是不好，医学要存在，但是医学存在的是我刚才讲到的10%的疾病是要靠医疗的，或紧急的时候也要靠医疗的，啊，要不然的话，90%的通通我们自己调理就好了。头痛怎么调理？频尿怎么调理？我来问一个好了，有没有晚上一个晚上起来2次3次上厕所的？有没有？没有的举手。没有的举手，没有起来上厕所的举手。好，那还有很多有上厕所了。我告诉各位，我常常就像有一个号称啊，啊，老国医的，他的学生在台湾，他的学生有超过1000人以上的，都是他的学生。学生的老师也是医生啊。啊，前几天打电话给我，啊，他也说，哎，孙福啊。因为我们就是认识一个师傅，在一个出家师傅那边认识的，啊，他就会叫我师兄，我也称他师兄。我说李师兄，哎，有空来这边坐坐嘛，我们来交流交流一下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我现在在写一本啊，武林秘籍啊，啊，那他在写医学的书嘛，啊，我说你是在写理论啊，那我问你好了。如果一个人晚上起来5、6次频尿，那你有没有办法让他3天5天就好了？
他说怎么可能？我就问他这样，他说怎么可能？我说如果一个人已经便秘一个礼拜才上一次厕所，你能不能一个礼拜让他天天上厕所？不可能啊！我说那你写那本书是什么？是理论哎，是漫画书啊。如果你要写一本真正的武林秘籍啊，葵花宝典啊，请你来找我聊一聊。他本来说没时间的，他一听我这样，好，你什么时候有空我去找你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他在他的领域里面，我常在讲的，第一个，什么叫科学？什么叫医学？我都会问。科学、医学不管，事实摆在眼前，效果就是科学。你不要跟我讲一大堆理论，医不好。你跟我讲摄入性肥大会频尿，我说为什么有的摄入性肥大不频尿？啊，体质不一样，啊，找不到啊，那不明原因的，这个我说我听不下去。啊，我说红斑性狼疮怎么产生的？他说免疫系统怎么产生的？不知道。到现在还是不知道，那我说我来告诉你好不好？因为你们在，我说你们医生在看病，你们都一个人看不到几分钟，从来不去探讨原因，只是药物控制，有更新的药拿来，再去试试看，这是对的吗？我研究红斑性狼疮也30年，红斑性狼疮都是女孩子，没有男孩子。红斑性狼疮都是17、18岁到30几岁，是20几岁发病的最多。那为什么会这样？第一个喜欢喝冰水嘛，第二个洗头不吹干嘛，它会造成什么？生理期不正常，然后加上如果不是便秘就是拉肚子，那这个就是红斑性狼疮高危险群。我看过那么多，我每一个人都问嘛。每一个人都看嘛，用眼睛、用经络、用能量去看嘛，看一看，找出来原因就是这样。但是呢，西医知道吗？每一科的知道吗？不知道，啊，所以呢，我们要讲的，要命不要命，强调就是安全，强调就是生存品质，强调就是要找方法、找原因，啊，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，啊。去因除果，离苦得乐，这是不变的道理。啊，健康元素是营养、温度、运动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排寒、排湿、排酸、排毒。那你要怎么排？运动也可以排啊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要有三通，观念要通。如果你观念阻塞了，讲不听。我就跟他说，啊，这东西你给吃下去就好了，啊，不然你回来用什么东西给吃下去就好了，啊，你就不吃，啊，我要来看医生才会好，啊，所以说，我来说，我跟你告诉好了，我20几年前、24、25年前，医生说我嘴要买10几支，怎么说，我都没酒气了，有4、5天熬夜，又那个感冒就整个气管浮起来，每支水都会油，去那个牙科跟我说，啊，你这个牙齿通通不行了，要拔掉。结果呢，我说胡扯，你知道我怎么用吗？哎，那个牙刷沾点牙膏，再沾点盐巴，刷牙刷一刷，一个礼拜牙龈不会再动了，刷牙什么刷都不会流血了。所以如果你们有牙周病，没那么治疗，麦林边用加点盐巴刷牙刷一刷，偶尔用盐水含一含就好了。啊，你有简单无？是安怎就爱去一个嘴会疼，啊，就赶紧去啥？医生提供你这个油，这无效爱拔掉，因为伊想要趁钱嘛，甲你用一支嘴齿就干几啊万嘞，唔免甲你救嘛，免甲救掉。这个是商业底下的问题，所以我们自己要懂的话。那是虚火压起来，气火扑起来，所以只是咱的喙齿摇动而已哈。所以呢，我们只要观念通、肠道通、血场通，
我们会更脑通，会波罗，我们的微血管就较袂塌嘞。再来，我们有大便，每天拢有通便，一天两便。那安尼我甲你讲，你体内就袂毒素，咱人就袂自体中毒。啊，再来观念通这三项通，啊这边通爱安怎？温度直接可以渗透到我们的细胞里面。说为什么温热疗法现在很多人在应用？不管你到中医，中医诊所嘛好，去遐算哦，甲你照灯，甲你喊有无？迄拢得用借着热让它循环好。但你不可能排着电排掉的呀，你不可能门层会烧门层，等下排一千块的呀，不可能啊。所以讲用安尼方式是上方便哈。咱若有通了，便宜的空空空的啦，哈。健康的元素，健康哪热能不足，警报响起。所以我头先讲的啊，每一天身体都在告诉我们，你甲咱讲啥，讲咱的啥。讲咱的身体，所以讲第一，每一天起床的时阵，咱呐只个吐出来的时阵，你啊看你的舌，伊的舌苔，对，咱甲你讲你即摆身体安怎？舌苔若高若白，就足寒的；啊，若佫反黄，迄个湿，寒佫湿，迄咱就应该佫啉烧水，唔好佫食冰的啊，吼、哦，安尼唔当对。结果呢，即摆人拢甲当作无怪。嘿，啊，上很多发明迄个啥刮舌板，啊，牙刷背面可以当做刮舌板，这是咱第一道的警报器。警报器响起，等于讲伊没有症状了，只有颜色。所以每天起来要看看自己的那个口腔的颜色、舌头的颜色哈。所以酸痛、失眠、疲劳、肥胖、皮尿、手脚冰冷。这些都是我们一道一道防线，一直告诉我们，我们身体寒了，我们身体冷了，要赶快把它提高起来，让它循环好。但是我们都没有，都是用错误的观念，去中医诊所推推的，讲安尼就较好啊，有改善无？啊，结果咱都唔捌，啊，结果呢，脚头走路会痛，去有医生看，打玻尿酸一剂，安尼个。胃下去安尼，三千、两千、五千，胃下无法度讲安尼归去，换脚头换较紧啊，换了偌济，八万、六万至九万，啊这敢是爱换？爱换无？唔免，啊唔免，到你行会痛，未行要安怎？坐轮椅，啊是安怎？我甲各位讲，如果若是退化性的关节炎，唔免换脚头换，唔免注玻尿酸，吼、哦！我教你教你一步就好啊。咱若是哪呢？咱这个内侧加个血海，加哪是你若肉较侪，脂肪较侪，代表你的脚头退化啦。因为加若寒，加肌肉就紧绷，叫紧绷了呢，伊缩条的，你行伊会磨了就会疼。啊！你再来给按摩，啊，给热敷，甲大家甲拍，甲震动，伊磨顺的所在，也个那个活化起来，个伸出来，那个韧带也个伸出来，软组织也个伸出来。所以讲呢，我无人客来听我演讲是一轮以来，啊，人家上来，伊讲伊一轮以前三个月啊，啊，坐三个月，讲爱到人徛起来，行不几步就痛。袂行，医生讲要换脚头换，但伊阁看到伊朋友换了阁袂行，啊要久袂做阁袂久，讲爱复健一年两年，尾仔讲无迄个，阁要阁甲开一遍，伊看到伊惊着惊啥事也毋敢开，所以坐轮椅，啊结果再来听我演讲了，我甲讲你逐工甲拍，吼、哦、拍三个月你就会当去爬玉山啊，伊讲真个假的？我也无趁你一角半仙啦，我是甲你教尔，啊，也免开大钱啊。你要饲毋饲我嘛，我嘛无法度呢。我甲你讲，结果的时阵，你甲送的迄个是一个费用，一个月嘛开两万外块，请一个费用甲送的，好食好住甲送，也袂去安尼呢。等下来，这个，啊，着叫费用甲拍，逐工甲拍，你甲拍，一工拍二三点钟，吼、哦，啊拍拍。一个月尔会行，
两个月尔，免坐轮椅啊。三个月了，终于可以用电啊。啊，你有趣味无？方法唔捌，不懂而已。啊，那医生的话会听一无？医生会会当听你说了这堂课。医生他不是你自己，因为伊拢是啥，拢是为了要赚钱。啊、所以讲，你不管任何干无去，伊嘛无甲你保证会好个啦。我敢安尼讲啦，是安尼拖拖一礼拜、两礼拜、三礼拜，拖到你身体甲你治疗好去个啦。伊开药互你才烦啊，甲你阻碍你好去紧啦。你听意思无？所以讲很多东西，我们怎么样？喉咙痛、发烧，你毋知我发烧，我是安怎处理个？我顶礼拜一个躁郁症跟算过动儿。又自闭症的小孩子，四岁，发烧烧的一礼拜，我迄过动儿跟自闭症，我看到迄囡仔真啊，做妈妈足辛苦啦，吼，嘛人介绍讲，哎，好，甲我约来我看，我看了，我甲伊脚甲捏甲捏咧安尼，伊就喷，哦，我咧规栋大楼差不多拢知影讲，我遐是恁台地哦，安尼叽叽叫安尼，结果咧，我咧拖到到尾一点钟。哦、我甲因老母讲，我伫甲你治恁这个囝，伊伫发烧嘛，啊，过来，伊是过动嘛，你讲袂听哦，你拢讲伊不调理哦，啊、哦，结果咧，一点钟后，我叫伊遐坐咧，就坐咧，唔敢爬起来。因老母迄水屎吼，迄、那个耳温枪拢甲起来，加尿，哎呦，即摆若变三七度，本来三八度外，来的时阵，到即摆点外钟成三七度，伊讲佫退烧，囡仔佫会点较济啊。过动而自闭，你根本无同学遐济方法，爱知影方法吼。所以我甲讲伊讲的，要甲各位分享的吼。所以咱呐，有人会酸痛无？有无？嘿，咱爱卡什么的？放开，有的有，无的无啊。酸痛就是过后先出来警讯。酸痛，若小运动一下，就规身骨酸痛。那迄就是你运动无够。胃老先衰，啊、哦，所以讲本身来讲呢，姿势歹，欠运动，你牵拖，啊、哦，所以姿势歹，欠运动，退化就是姿势歹结果，啊、哦，过来，除了家己，无人会当甲你斗相共，只有你自己，你愿意，你愿意，愿意学习，愿意来改变，我咧讲的拢有时间的哦，我毋是像迄医生讲。你著甲食就对啊，啊无效了，我再甲你改。歹势，我是无安尼，我拢直接甲你讲到底。吼、哦，你这偌久会好，会改善，啊你甲做诶。哦，老师讲一礼拜，我三天就好来。老师，迄人迄外人家偌趣味呢。我食十外年安眠药，我一天起来五六遍、七八遍，医生就讲伊无效啊。你敢甲我讲一礼拜会好？我讲安尼嘛，啊你一礼拜无效。无你徛，你徛现我嘛，吼、哦？伊讲真诶吗？我、哦、啊真诶假？你著用著知。结果偌趣味呢？我伫师范伫展览演讲诶时阵，伊著去，我著甲白白诶，刚刚歹转去。结果规家族我拢来，安怎？来时讲哇，林老师，这是啥物物件？我有用食，我药我医生看袂好，食袂好。结果你甲我白起，我昨昏规暝免起来啊。好，足久十外年，毋捌安尼困啊，毋捌遮好困啊。伊讲啊，这效果这紧，敢有副作用？因为是寒引起的，所以寒家加起就无代志啊，吼！只要寒引起的，晚上、饮食啊，若是爱起来三遍五遍的，只要寒引起的，拔起来，两天三天改善一半以上。我敢甲国民安尼讲，因为我研究这寒温热疗法三十年以上啊，所以我看过太侪太侪啊。为人也乖啊，也规矩啊。来说讲，老师，啊，我这医生的医袂好，我一定年外无强管达的啊。吼、哦，啊来我讲讲样样的，要出去出去讲，乖啊袂记起啦。结果顺过工好欢喜呢，吼、哦，去穿管达的去逛百货公司，搁去食喜酒啦。结果现在影响搁电话卡，老师，我卡搁你听嘞。我讲我拜托的好嘛，你听你我甲你教你用用的虽好，啊你着无好啊去保养，这就是讲咱来了解，开关伫倒位，拍开就好啊。
对个太拍开就好啊，啊！所以讲，咱本身来讲，我头先讲过，你的心态、你的生活形态就是你的健康状态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刚才已经有体验上面了，我们现在把它拿到下面哈。咱甲揢落来，啊，这个刚刚泡开，安尼较长吼，啊，等下个下嘞，下嘞甲拍一个结，头前甲藏两粒，后壁甲藏一粒，啊，直接我接触皮肤。啊，你若讲有穿迄落内衣，即薄薄啊尔，啊袂要紧，一旦甲藏下就好，吼、哦。啊，你甲藏落来，啊咧，你做工课、开车、上班、运动、食饭，啥物时间拢袂影响。啊，你有紧无？有简单无？足简单呢，吼、哦。好、哦，啊你有紧无？安尼行，安尼较较较慢啦。你爱安尼吼，来，嘿，嗯，嘿对，安尼对对吧？吼，也是好认真。好，你，咱甲无咱来木做吼，木做回来练练。